施主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命运与人。小师傅，如果你可曾目睹我的过去，就全部了然了。那年我九岁，我以为世界是公平的，却不知凡事都比不上老天爷的嘲弄。从那天起，荒唐的命运如飓风般袭来。老师，他交白卷。本次考试只有一个同学看出老师出错了题，这个同学就是阿芳。我以为长大后可以改变，没想到他却变本加厉。还不满意？再加四套，全款。我无奈，我挣扎，我弟弟身边所有的一切。弟弟牌宝就是自卑，你从来装嘴不结账，你在他鼻子里面下药，你鼻子成了光，都可以直接透过去了。方真的好真实哦，没有用。老天爷，你是不是在玩我？有本事你别不走啊！施主，我已明白，就让在下帮施主了了这凡尘的荒谬。够了，这种荒唐的人生，艰难的毫无意义。再见，后尘。当下留人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为何阻拦我？你为何阻拦我？让我留了这个心愿吧。施主。让老衲给你指条明路，并非所有凡事都如你所想的简单。嗯，干嘛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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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起，咱再一练对儿大火啊！阿芳好弱这种感觉简直太棒了。